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Phantom of the Opera 这个故事，就是在巴黎的歌剧院楼下阴森森的地方住着一位以前的一位这个歌剧院的人，但是他呢是因为多年来受到了一些打击，然后只是半面的话，他呢爱上了这个歌剧院的主角 Christina， 这个一个 soprano 高音，然后他就偷偷的把他给转移到楼下，他给了他一些药，所以他就昏迷过去了，就把他给带到了他楼下的阴森森的这个世界里，然后呢跟他来有这首对唱叫 Music of the